我是中锋，我姓王。我幺七年中锋，已经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哦。那个这位大姐讲，那是她就介绍我喝那个水，我讲 OK 咯，因为我有三高什么都来的了。因为我九月份我就开始喝那水了，我九月份我去看医生的时候，我的肾啊已经第三期有了，要洗肾了，第四期要洗肾了。因为前几天我去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讲你这是吃什么东西，我讲喝水罢了啊，他讲你这肾不用洗了，已经第二期罢了。我就奇怪，我讲喝水罢了啊，他讲你已经跌到第二期罢了，我讲 OK 咯，他就叫我这血压啊血糖啊全部都 OK 了，已经跌到已经很平稳的了，已经很好的了。还有那个血，我的血很浓了，已经不是说很浓了了，所以我很感谢那个这位大姐，也你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喝这个水啦，我也不敢讲100%个人的体质啦，他走路，他中风走路很好，就是说他医生说。假如他那时候已经是第四个指标了，是吧？对呀，第三指标，医生说下一次你来，假如是说你的那个指标一个指标在下第四期，你就准备要开始洗肾了。就是那个第三期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我拿水嘛，朋友介绍给他，那个是不认识的。我喝了三个月吧，九月份没有了，他没有三个月才九月份喝。九月份，两个多月吧。然后他怎样喝的？就这样子喝，每天这样喝，一天喝多少？一天喝三个零的半哈。然后他指标就提升了，就到第二个指标了。医生说不必洗肾，就很好奇问他你吃什么？他讲，我只是跟他讲喝水罢了。他都不相信，你像我的药啊，本来我一天吃三粒药的，现在我吃两粒罢了。那个血糖的啊、血压的全部已经减少了，我的吃药。就是非常的快，非常的好，那继续，好，现在就是每天都在喝了。中风走路都很好哈。就几乎的指标都已经好下了，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王大哥。